要请琴的先练习。好，那现在请琴的跟我一起接力赛哦。哆西西啦啦啦，来。嘻嘻啦啦啦，琴的明明月月哆西，来哆瑞咪哆瑞咪，明月哆西啦啦，琴的哆瑞咪。那左手它比较特别的就是它也是都跳音，好，休息，这首歌它比较特别就是左手有陷阱哈，所以建议琴乐一定要先单手的练习拉咪咪咪哆咪哆，好，拉咪咪咪哆咪哆，哆咪西咪拉咪嗦，这边再听一次，好，那接下来是拉西哆拉西哆。这边我先帮琴乐唱右手，好，所以它是像这个地方，它是属于像跟屁虫，它没有一起弹出来，然后再看一次哦。